同样也是为了庆祝农历新年，北美福智基金会将在这个星期六在洛杉矶天普市公园举行一年一度的新春园游会，活动内容精彩丰富，欢迎您带着全家大小一起参加。为了庆祝即将到来的农历新春，北美福智基金会将例行举办年度新春园游会，于2月10日星期六上午10点半开始到下午4点，在洛杉矶天普市公园举行。今年以净素、环保、爱生命为主题，推广吃素有益身心健康又能保护地球的理念。现场将会有许多新鲜蔬果、素食小吃、娱乐游戏，还有精彩的表演，像是武术、舞蹈、乐团、烹饪教学等等。最后当然少不了好礼大抽奖，大奖包括苹果平板电脑以及多种奖品等您来拿。北美福智基金会于1982年创办，目前在南加州地区有4支分会，以慈善事业提供更多面貌的社会公益服务与生命成长课程，创造健康和乐的生活。更多2月10日新春园游会的相关讯息以及购票方式，欢迎到各地新田连锁店或是致电查询。中望电视编辑报道。